雄昆斗九六平五金昂丁青金平稳应对一身好修为后继平五三心当心要急测热吗先我一日之七车不分胜败只好答应最激动但你为何不讲话只有做个关系不利这是平我对此身份尚未习惯请见谅我凭心结路好我退吧由于这样互相上级实在坚守必有那些聪明人指令兵兵用准我进一我兵兵有将军了最速进一都有这把好机吧可以但刘平是万红来救应奈回恐怕不灵活这位德心以及暗器木就车也叫玉塞回中原无疑是一条险路哼是死路哎胆也不灵心也不灵那我之后剑子先生虽然都是但自然看起来不是一日比一日放心只因时间我久我有的优点不能发挥啊是攻击诺顿正太小心